大推这盏阅读台灯。NQVTMindDial 亲子共读台灯 LED 好省电，超宽广照明，可调明暗及冷暖色温，智慧侦测亮度，入座感应自动开灯。大家应该常看我在脸书上说自己文青，其实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从小到大我最爱的修仙第一名就是阅读。美食可以吃少一点，但生命里没有书怎么行？我一直坚信阅读有无限安定人心的力量，这是除了汲取知识外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因为自己爱读书，所以也希望培养孩子阅读的好习惯，但我可不希望他们像我小时候因为不重视而严重近视，我是轻度近视，为了保护他们的眼睛健康，只要标榜好用的台灯我都马抢住钥匙。最近体验了 BenQ 新推出全球第一盏亲子共读台灯 VTMindDial 亲子共读台灯后，深深觉得它真是护眼必备的好物，我跟维德都给了它非常高的评价，如果满分是五分，我绝对会给它四分半。一点都不夸张，因为它是我目前用过效能最好、最符合居家共读的需求，而且看书、滑手机或平板各有不同智慧模式可选择，具有相当多超聪明的设计，我已经在考虑决定要自购一台来使用。为什么这么推荐呢？看看我们的使用心得吧。现在大部分高效能台灯都是 LED 灯， VTMindDial 亲子共读台灯也不例外，不过 VTMindDial 的 LED 是强调具有17年寿命的，以每天使用8小时做统计，寿命超长又省电。厉害的是很少有台灯能同时充分让两个人一起使用，因为它的光线非常充足又舒适，所以可以让亲子一起阅读，这点是一开始就非常吸引我的地方。实际看一下它的光源照射主要范围，具有95厘米的超宽广照明，照射面积是一般台灯的150%耶，难怪可以两个人同时阅读还绰绰有余。作为亲子共读自然是首选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有照明欠缺或力道不够的问题，而且它的光线不会频闪，还通过欧盟 IEC EN62471无蓝光危害认证，使用起来很放心。 VTMindDial 亲子共读台灯的内容组件很简单，底座、台灯本体、电源线等，另外还附一本说明书，底座有透明图示卡可以参考使用方式，很贴心。灯架拥有球状关节，扭力弹簧的专利设计，能灵活多角度旋转，调整适合阅读或工作的光照角度。至于底座，因为需要稳固才安全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底座是有点重的，移动时务必要注意搬好窝。组合起来非常简单，一结合台灯和底座时会发现支架旁的 USB 输出插槽，提供5伏1A 电力供给，手机、平板电脑等设备需要充电时就能及时充电，很方便呢。
影片连结 https://www.irloutube.com/watchv2kzv4u 开关台灯只要将手靠近电源感应处即可，看我的影片示范就知道有多简单。更酷的是 VTMind.io 亲子共读台灯还能自动入座感应，自动开灯窝，只要将入席侦测开关打开，一靠近就会自动开启光源窝，酷翻了。妈妈都会超爱这个设计，因为小朋友其实常忘记要开灯或关灯，像我们家太妞就是，虽然常都会叮咛，但还是小小孩的他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开灯，有时候稍不注意他已经在暗暗的桌前写功课或玩了好久，光线不足又近距离看东西，长时间下来对眼睛是非常伤的。这个功能让孩子坐下来时就自动亮起，大大减低他们忘记开灯而影响视力的情况，真的非常有帮助。影片连结 https://www.irloutube.com/watchv2kzv4u/nk 实测让大家看有没有很酷。它的原理就是红外线侦测感应，当你离席30分钟它还会自动关灯，这样就不用怕忘记关灯了耶。中央的智慧旋钮可以调整明暗和冷暖色温，按一下像照片中显示的调光模式状态就可以调整明度。影片连结 https://www.irloutube.com/watchv4cmdwwjh3jk 转动旋钮就能轻松调整明亮度，顺时针转灯光变亮，逆时针转视调暗，看影片示范就知道怎么操作了。怎么判断当下调整的光源究竟足不足够呢？中央红色代表不足，绿色表示刚好，蓝色就是过亮，这样就能轻松判断，又是个贴心的好设计。再按压一下旋钮，呈现照片中的多色色环状态，这样就切换成冷暖模式，从暖白到冷白，2700K 到 6000K 都能自由调整。逆时针转灯光变暖游戏，开心的亲子阅读时光，使用手机或平板时，暖白色能提升视觉舒适感。顺时针转则是灯光转冷白色，孩子学习写功课需要专注读书时就适合调整成冷白色，不想逐一调整也可以选择智慧侦测调光，转换一次旋钮会进入书本阅读模式高亮度冷白色，再长按一次就会切换成荧幕阅读模式低亮度暖白色，想快速调整室中的亮度及色温，这样更方便切换，是非常智慧的调光模式。VTMind.io 对我来说就不止亲子共读的帮助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大量使用手机或电脑工作，长期下来对眼睛有很多伤害，能调整成最适合电子产品的光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才会说它是护眼必备，全家人的眼睛健康都照顾到才是真实用，你说是吧？
除了阅读或写功课很需要之外，像凯妞最近迷上拼图，需要长时间盯住拼图上的图案这种近距离的游戏时，我其实很怕它常贴桌面那么近会影响视力，所以不仅要盯它的坐姿，选一台好台灯更是重要。睡前的亲子阅读时间也确实需要一台好灯，想想过去我们常都只开室内吸顶灯就直接陪他们读书，想说时间很短就没留意，其实每天都窝在光线不够的床上一起看书，别小看一点一滴的时间累积，久了也一样很伤眼啊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近视会那么严重，就是因为从小没有特别注意视力环境。近视既麻烦又不健康，真的很讨厌。现在有了它们，我不敢再大意了，还是要好好选台适合的好灯。这样使用下来，我才发现 VT Mind Dial 亲子共读台灯在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，好符合现代家庭的需求。如果要选购一支实用又护眼的好灯，真的很推荐参考。